晨两点的女生宿舍。狐狸精，狐狸精，暗去，上个礼拜买的泡锅巴终于到货了，今天我就要把粉色的调料放入碗中，倒上开水放置5分钟，再把锅巴加进去就完成啦。这个红薯粉 Q 弹爽滑，香辣过瘾，配上干脆的锅巴，满满一碗，简直太满足了。朱大成，你又在吃什么？我听到了，还闻到了。没吃什么，我不管，我也要吃，不然我告诉我，告诉我，你给我等着。行，我拿给你吃，你等一会儿哈。辣不死你，下来吃吧。这还差不多。哇，闻着好香啊。怎么这么辣？凌晨两点的女生宿舍，下来吃呀。来了来了，还要管它是什么上面这蘸料，给它做个按摩，啪叽屁股是块宝，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其他就交给我吧。我需要骨头，行吧，拿去拿去，这个也太辣了吧，我去，连骨头都能掰开。嗯，肉肉肉，脑袋上也太会吃了吧。嗯，鼻落又香，火味又长，给你表演，给你两头苦，你怎么不吃？你吃，不要吃，你吃，啊，不要吃。凌晨两点的女生宿舍，你在干嘛？半夜热醒的，想下来给你加床被子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天热就要以毒攻毒，咱们整个泡菜锅吃吃。你不怕胖吗？大晚上的。英雄不问出处，美女干饭不问金属。倒入泡菜汤，再加上一丢丢鱼饼，最后再来一份乌冬面，看是不是瞬间有韩剧那味了。朱大肠，你煮的饭真香，这辈子我吃定你了。滚滚滚，别整那些没用的。太咸了，又滋又啊。行了，我尝尝。菜淡了，少盐健康。你没事吧？油放少了，爽口。我看你是想试试我的枪口。气死我了，学弟骑电单车被罚50，叫我送现金过去，结果一起罚了100。真有你们的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给我这个当赔罪了。云南牛滚锅米线看着挺不错的样子，让我尝尝味道如何。居然有这么大块的牛肉，牛肉还是肥瘦相间的耶，太棒了。这米线也是正宗的云南米线，太爱这口了，汤也很香。没想到学弟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看在米线这么好吃的份上，你就原谅他吧。道歉要是有用的话，香奈儿出那么多口红干嘛？凌晨两点的女生宿舍，今天想吃什么？我想吃腿。这个我说的是兔腿。哇，这个兔腿好大，配上秘密武器再做个马杀鸡。这个腿比你的腿紧实多了。你算了，比不过，越嚼越香，又香又辣，而且骨头也太小了吧。你的脚再上来一下。干嘛？凌晨两点的女生宿舍。狐狸精，你见过鸡蛋那么大的红枣吗？怎么可能，要是有我表演生吃鸡蛋。开个玩笑，这红枣怎么这么大呀？这可是喝着昆仑山水长大的和田玉枣。嗯，好甜啊，口感也非常细腻，现采现发的当然好了。来，再做碗红枣汤给你尝尝。加个鸡蛋给你补补。哈哈，这样不用表演了吧。我给你变个魔术。就你呀、啊、我才不行呢。看好了。哇，你怎么弄的？快告诉我秘密。我给你做个先倒掉没妈的蘑菇汤，让你喝完就爱上蘑菇。可别吹牛了，吃完看见小人才是真的吧。让你打脸的时候到了。哇，这也太鲜了吧，真的好好喝。那是当然，本大厨的手艺做啥都好吃。太绝了，我能吃一锅。咦，这是什么？我的眉毛啦，果然先倒掉眉毛。凌晨两点的女生宿舍。狐狸精，你帮我拿个快递。不去。100块小费。来嘞。可算把他支走了，早就盯上狐狸精的手抓饼了，再加个牛排。把我思密达男友给的泡菜也加上。哇，这太香太香了。手抓饼酥的直掉渣，泡菜增加了风味，碳水加肉就是幸福的化身。哎，你回来了。你又骗我。晨两点的女生宿舍。月亮不睡你不睡，你是秃头小宝贝。这自热火锅看起来就不错，而且用的是重庆老火锅底料，还没开盖这味道就直冲天灵盖了。不得不说这量真的够多，有土豆、莲藕、竹笋、木耳、海带，吃起来爽脆可口，配上 Q 弹劲道的红薯粉，简直太满足了。你怎么又半夜吃独食？我没有。少装蒜，我都闻到了，快给我搞一点。不是，我这也没碗呀。那我不管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哼，你等着，拿去吃吧。有没有餐巾纸给我拿一点？有，给你。